劳斯莱斯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，不管是开没开过，至少都不陌生。新闻中经常报道称，某地一宝马与劳斯莱斯相撞，把宝马车赔给对方，对方还不够修车钱，劳斯莱斯保养一次就是一辆普通轿车的钱。劳斯莱斯的普通版本售价也在500万人民币左右。该车不但车身宽大，安全性和私密性也很高，并且沉重的车身也丝毫不影响该车的动力表现，百公里加速仅需4.6秒。这么贵重的轿车，想必人人都想开吧？如果让你天天开，你愿意吗？近日网上就爆出有一富婆招聘劳斯莱斯私人司机的新闻，但是应聘条件却相当奇葩，来看看你能胜任吗？长相英俊，且最好是武校毕业，因为当今社会不论是干什么，颜值都是很重要的。作为巨骨富婆的专车司机，颜值当然要高，如果长相怪异，尖嘴猴腮，那岂不是很掉面子吗？开车技术要非常好，5年之内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，开车起步一定要稳，不能有点头现象，这要求我也只能呵呵了。停车不能停在垃圾旁边，如遇明显停车线，车身必须与停车线平行，并且要时刻注意车内乘客的隐私问题，不能通过后视镜窥视乘客，因为富婆的客户肯定也不是普通客户，并且还要防止狗仔队的偷拍，这分明是保安的要求嘛。英语要达到专业4级水平，前面的条件还基本都能答应，但你让一个司机会说英语还要过4级，这恐怕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吧。哪有一个司机开车技术好，还长得帅，还会功夫，再加上说英语，有这样的人存在，估计他也不会选择仅仅做一个司机了吧。哎，小编表示富人的世界不懂啊。